好，我先报告一下今天的进度。我今天自己找出来之前的一关，应该说也不能说自己找出来啦，就是被李明基尔找出来这一关的答案。就我们之前一直找不出来的，就是这一关。那这关之前一直卡点，就是说怎么样让运用到这个 win， 然后后来反正我就直接解吧。后来发现其实就是真的是想太困难了。真的是比想象，就真的比想象的简单很多啦。OK， 所以这关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应用到，好，你要应用到 open end 来延长这一个字，就可以直接用到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前卡在这一关嘛，本来想说如果今天大师要玩的话，我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就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情，一个小技巧。就那天我们在讨论怎么样把水重要的不是把温拿出来奥佩普。对，我们那天在想说怎么样把这上面的水烧掉嘛，我后来发现是可以的。后来发现其实是有办法做到的，好，爸爸 ECU 过来一点，不要影响到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大概玩大时候太累，所以没想到这件事情。就其实你是可以这样子的。这样变出一个88嘛，然后88只要再做一次，就可以变出一个字，然后你就再反过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你就又有一只88了，然后你这样又可以再做出来一个字。所以水是可以消完的。又一只88了，所以水是可以消完的。然后最后你会剩下一个88这个字，依据你动的顺序不同，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88这个字只能够，你如果在还没消完之前，88这个字你必须要用来，你一定要用88来消这个位置，这样有点困扰。反正你用88来消这个位置的话，你会得到一个 text 的88。然后这个 text 的88可以用来把它推到另外一个水上面，所以你的88本人要用来消外面的格子，因为这样你生出来的88才会生出来的字才会在外面，然后你才可以把它推上去用来消上面的格子。但基本上这样的顺序，你就可以把上面的水消完，然后消完的最后你会剩下一个88的文字，或者是你不要把水的格子消完，最后可以剩下两个88，然后消掉了5个格子。好，所以现在我想到的是这样，一种做法是因为现在 score is defeat 这件事情大概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88是不能走到这里的，但我可以牺牲一个88在这边放一个88，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88 is you， 虽然不能动，但是 has text 可以用。所以我现在总共有三个字可以用，可以放在我们这边应该有三格。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推了三个字过去之后，应该是没有用的。我可以推 text has 88到这个位置，但是在这个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一个88都不剩。所以现在这题目虽然有一点进展，但还是没有办法解。现在大致上是这个状况。我现在还在想有什么我没想到的东西，就可能。八 has text， 然后推过去嘛？可是我其实不能做出八八 has text 在上面的时候，而且，我们大概讲一下好了，就是这样子的语句，这样子的语句出现的时候呢？它成立的条件是88 is you 和 text has 88，没有 text is you。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是这代表如果我想要用88 is you 88 is win 来赢的话，最后88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在成立的条件里头没有 text is win， 所以 text has 88 is you 这句话，其实 text 不会是 you， 就是你 text 基本上就是 text 不会动嘛。对，那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啊？这会造成就是我如果要88 is win 这个句子成立的话，最后一格一定要是88，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它。那我就一定要把88推在最前面。那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我在炸掉最后一格的时候，88停留在这个位置，然后把88直接推过去，就把它放在第一格。那现在。我没有什么想法啦，就是我现在只有三个字可以用嘛，因为显然88 is you 是不能用的。应该我没有想错，因为我只有一个名词。因为我只有一个名词，再加上，对，我现在。我有两个八八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第二个名词了。所以，哦，前提是因为我不能用 text is you 啦。就假如说我有两个八八，然后我有 text is you 的话，我可以像上一次我们提到，就我有两个八八在这边，然后往上推嘛。可是因为 text is defeat， 所以我现在不能成立 text is you 了。那我要做上面刚刚这件事情的时候 ，KK 那个已经被我用掉了 ，KK 那个字已经被我用掉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反正这就是现在的进度。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我这样想是不是对的？对，但我现在就只有这种想法，然后我还没想到什么对这题更好的解。OK， 然后我们往后面解一些吧，稍微解一些，我解到我累了就去休息了。今天就不限定一定要解到哪里了。
renovating. War is defeat. KK is you. Water is stop. Belt is shift. 回不去啦！啊！所以 shift 是往。What? A voice defeat.干嘛？他把东西一路推出去，是不是？那我大概知道他要干嘛了。就是照箭头不能逆向吧？对，但箭头的方向是 你最后推的方向决定的。不能直接送 War is Fail 到那边齁。看来我想的太天真了。Bell is shift 这一条子。刚有西夫特吗？哈？什么东西？刚没有 shift 啊，我刚刚是用 push。我刚刚本来想说把 Bell is 这样送上去就可以了，但好像我想的太简单了，因为 Bell is 要送上去的话，必须要有 Bell is shift 这个规则，但 Bell is shift 这个规则必须要有，就是必须要有 Bell is， 可是我在这边写成 is Bell 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实验一件事情。等一下，要先 push， 然后 shift， 所以 stop 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不能改变 stop 这个规则。斯托普不能改。
对啊，不能改 stop。我先实验一下他的贝尔特是那个输送带。对啊，对啊，我先实验一下他能不能把字推到水上好了。希夫特呢 ？Shift 就是他会把东西一直往前推吧？现在看起来是这样，所以他也不能把字推到水上。斯托普号墙。stop。那看来能动手就是墙了。我们要把什么东西送到墙的对面呢？没有啊，我送过去我就死啦。沃沃跟谁送的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沃 is defeat。可以送过去啦，但送字过去有什么帮助吗？Wall is push. Wall is push. 怎么？我没办法送到水上啊。伊斯普神往上推。波斯托普。OK。哦，大师出现了，你要那个啊，可以进来啊，我敲你。喂喂喂，有听到？因为 water 是 stop， 所以有点麻烦。我看到了，大略略略的了解情况了。所以现在我看看。等一下。
三个格子都拿出来，应该可以运东西过去吧？就是可以运过去啊。嗯，我看看。啊！好，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好好，那我们就大胆一点吧。哦，你想要这样吗？好像很。原来是输送带，输送带做法可以，好，大胆的想法，别不满，就是我多一点，我觉得没有很大胆，只是还不错而已，一般，一般程度一般 ，key is open， 所以就是打开门。我以为你要把字送到墙对面，但是不是，他要送的是墙，我要送的是墙。那个，我觉得我好像知道怎么做。我觉得好像也不行，算了。我刚本来是在想 ，wall is stop， 啊 ，wall is open 啊，这样不对吧？因为 wall 不能 open 不是那个意思 ，wall 不能 push 啊。可是他的 wall 不是，他的 open 不是那个意思。wall 对啊 ，open 是跟 shut 抵消没错，但是哎，怎么过墙 ？open 是 open 是开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它会跟 shut 的东西抵消。如果直接把 key 拿去跟豆儿消掉，我是不是就没有救啦、啊？先等啊，先不要做这件事啊！我没有做啊，我只是在想說。我的意思，我知道，我说等一下不用急嘛，我看看，可以，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哎、欸，然后再把那些东西拿进来，看研究要怎么做。我想一下啊、哦。好，我们先做一次看看。哎，走。OK。话说，到底可不可以意思意思啊？就是意思意思，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语句啊？也不是，算是看，试试看。靠！啊？这个意思意思不行啊？对，不行啊！不，这个不行啊！哦，对啊，那个也不行。看起来不是这样，因为这好像没事做了。对啊，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 ，key 不能直接用，好，那我所以 key 不能直接这样用吗 ？OK。问题是这个椅子 push 有点麻烦，它的位置刚刚好又不能动，尴尬。
握 is 握，所以我又不能把握变成 key。想一下 ，Go is stop。干，都会 shot， 但没有 stop。好，无敌啦。好，好。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把下移过去变成 voice 下，然后直接把 key 推出去，应该是这样子没错。所以它只在提示你是下的东西不会挡你。但其实这也不用提示，只是我们的感觉一直没有这认识。就是我没有一直刚刚一直没有这个 sense。 Story 是吧，看起来最简单的那个。我刚还想说，是不是也要把 door 也变成那个？哦，对 ，is OK，door is win。Keep out。KK is you，L is shift。Bug has bug 在哪？bug 在上面啊 ，bug 在上面。有。哎，是啊。Belt is shift。Tree is pull， 下面的树可以拉。Tree is hard， fungus is melt， 但是没有 melt， 或是被你的对话栏遮住了。哦，有 fungus， 有。Tree， 看来是黑菊是 melt。感觉可以做很多事啊！我觉得黑菊是没有之后就可以做很多事啊，但是他没办法这样做吗？顺序只能到往下吗？只能往下和往右，所以melt is hedge 没有用，一定要 hedge is melt。那就那里面不能这样做。那还有什么用？对 ，tree is pull， 所以它会卡住。好。Longest head is touch is pull。 我把 pull 先拿去用。哦。这有用吗？多一个 tree 吗？月。唉。知道了，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可是这样 tree 就不是 pull 了，所以可能没有什么用。不然你现在已经变成这袋子也没办法，哎，算了。可能是这样用，但是你不能先做这件事吧？这样可能有用，但是我觉得不能先做这件事。我看看，这进不去，真讨厌。
哦，你知道了。我刚离开了一下，就马上知道了。应该没错。这样我就过不去了吗？对，因为它是可以拉的，但是没关系。自己拉R。OK。哇哈，就是哎 ，open 之后没有消失啊。哦，那是 mute。我又忘了。Mute 的话 ，heart 不会消失啊，是 mute 的人会消失而已。我刚刚看错了。Baba is push, KK is you, belt is shift。左下有一个 move。Hedge is stop, tree is stop。现在 Doris defeat Reed 应该是这个吧，芦苇。是的，所以我看看。干 Reed 是芦苇。对啊。好。然后88 is push。哎，没关系，反正骆驼你可以先自己看，看来，说不定等一下就弄跑了。右边没有比较大、比较重要的东西了吧？右边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出去就赢了啦。现在出去就赢了嘛，所以右边这些字应该都不用动了。然后右下角的这一块，就是你现在一往右推之后，你就不能够走到芦苇了。但是 Doris shut and open 应该就会直接自己消掉。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要把一个人推出去啦，能够是 U 的只能是 KK。所以看来是八八要想办法把 KK 推出去了。对，等一下 ，KK 只要走出去，然后靠八八 move 就好了。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距离不够，我 KK 必须要在外面等，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先把八八一死，我必须要让八八是 move， 那八八在 move 的情况下，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 move。八一 move 最后要在这里，所以我完成八八一 move 的时候，他应该在这里。厘清一下，这个一定不是我推，这个一定要让八八推，这个一定要让八八推。可以啊。既然我要让八八推这个的话，八八就在最后一步必须要往这里走。然后在他走过来的同时，我要在这个位置等着开门，因为我在他推之前，我就要渡过芦苇。那么八八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现在问题是八八如果只能从这里走到这里，一下就到了。可是我必须要先把八八 is move 这一边推好，就在八八开始移动之前。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巴巴延长距离。延长距离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是用 belt。是啊，看起来只能用 belt。所以，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可能是，让 belt is push。Shift 是直接移到，是 一次移过去哦。不是啊，一次移一格啊。一次移一格。这样应该要来得及了吧？是啊。来得及了。很会，很会。但我真的，我觉得move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不习惯。我觉得move就是我最会的东西了。看起来我真的很擅长 move， 我不太会 move。Score is defeat and move. Tree is tree. Flag is win. Wall is stop. Door has trees. Has is road. Door is stink. Has tree. Tree is push. Tree is tree.Tree 还是 Tree 会怎样？这是合法语句吗？合法合法，它就是一直不死树，就是一直出现树，好像很厉害。所以先外面没有树，外面没有树，嗯。哎干，那 Water 又装饰用的是不是啊？
This is for school's DPM. Water 确实是装饰用的、啊。哇，第一次可以在水上跑啊，水上漂。首先当然是可以做这个事情了，这样我们就，然后如果 tree is tree， 然后这样子的话，当然就可以 tree sink 嘛，然后 tree is push， 哎、不行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意思哦，怎么放这个顺序？对，然后就可以，对，哎，干，不要不要掉，那只有一个，哦，把 is push 拿掉就好。好 ，OK， 然后把这个、哎、把这个拆掉，所以这个拆掉就好了。哦，对哦，有道理，把 tree 这个拆掉就好了。干，我觉得跟个骷髅。他一头撞上来还蛮好笑的。Up 有新东西了。变 Up 是什么？不知道啊。看不到 Up 哦 ，Up。Taxis float, ghosts push and hard。Up 看起来是只会往上走。试试看啊，试试看，试试看。要哦，好。强制往上，看我只是我，可是只是我。Flower is defeat and melt. Flower. Ghost. Ghost is push and hot. 哦，哦，那我知道了。啊？就是把 Belt 推到那下面，让 Ghost 自己跑上来。Belt 不能推啊。Belt 不能推吗？Belt is shift 呀，他没有 push 啊。哎、欸，干，真的没有 push、欸。只有 ghost 可以 push 啊。好麻烦哦、喔。可恶，平常 push 习惯。嗯。好，有东西可以用。哎、欸，我这，这样也不行。等一下，等一下，我想看看要怎么样比较好。然后看要怎么做比较好。为什么他要一个浮动船？我没有 sink 的东西啊。做好玩的吗？我猜是 float 的东西不会被 shift 推，真的，好故意哦。因为之前那个你记得 Tele 也是啊，就是传送那个也是 float 的东西不会被传送，所以就不能动的，对，好，头略痛。shift 的 up 有别人88可以用吗？你说88 is up 或者88 is shift？ 嗯，应该是可以。可是
那拿过去用看看会怎样吧。先看八八也是 up 会怎么样？就是不管怎样，我都会吵。试试看3.5是不是比较好没用哦？活着了888。八八八。No。那我们再看88一次。888。等一下，他全部都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还蛮好笑的。一次去不倒，没什么感觉。没有，但是看起来没有。啊！因为我移到他上面的时候，我把别人 shift 出去了。哦哦，还有这种功能，拿去玩构思吧。但是他不能推啊。构思可以推啊。不是，Ghost 只能推，所以他没办法 shift 啊。哈？不然你去玩 Ghost 看看。对啊，但这一效果一样啊。所以自己一次 shift 其实就是有可以推的意思啊。可以拉啊。可以拉，可以拉，可以拉，可以拉。不能拉啊。他刚拉了。我刚刚是用自己好吗？我是用复原。哦，靠北，我想说为什么可以拉。啊啊！我先把 Bell 推进去，然后 Bell is up 就好啦。哦，对哦，刚刚我们在想这件事情，只是没有办法推。现在可以推了。教学推进。教学八八 is shift。教学用 up 推。对，然后再把 shift 推过来。好像很溜。终于有我看懂的了，拜布莱萨普。什么东西？不是吧？所以你之前有看不懂的吗？推 ，key time， 可以啦，可以啦。Congratulations。Concrete goals， 孔古力。好干，他居然整个把他推进去了。好，啊，出不去啊。自动换掉就可以了，就可以随便走了。Flag is stop， 右下角。虽然成功的让 voice stop 消失了，但你消失并没有任何，并没有鸟用。这招吗？他现在是 push， 所以不行。但我要试另外一件事情。好。
可以。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哎、欸，对，我有一个，不行，他不能把它推到他下面，对吗？还是推，我是要，我可以把有实体的东西推到这上面。我想一下。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好啊。首先我要用 Bell is push， 然后我把 Bell 推走，推到这里来，推两格应该就够了。然后我要用 War is push。然后我要用 voice belt， 然后我要用 bell is shift， 啊，因为它会被挡住。我本来想要把一格 bell 推到这里来的，不过它会被挡住，是没办法。对啊，它会被挡住啊。觉得不是这样，看一下哦。是 stop 的东西，就没有都就是 shift 都没有办法动作。过去啊，对啊。Tree stop， 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里面那个。这应该没有用吧？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Flag is push 吗？欸，可以 push。追不上他。你从最后送上去就好了。你送到最右边那个，你把 flag 从最右边送到上面去会怎样？如果你是要追到他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对啊，没有啊，我不需要在他前面啊，我只要用是用推的，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在 flag 的前面啊。你可以从那个 bell 的出口往入口推啊，有道理。好，首先我要让 bell 一直 push。bell。Is push。怎么没关系？对啊。哦，原来真的可以这样子对付 stop 的，我还以为他会因为 stop 而推不过来。我不是 stop， 他才是 stop， 所以他可以来，我不能去，是这样子的概念吗？好像很有道理，你说的太有道理了。Kiki is right。Right 是什么？右哦，右走吧。好，我在想说什么东西可以 right。b
Baba is your wild stuff. KK is move. 为什么里面有多一个 KK？ KK 是对的。真的。KK 是。所以哦，他的幕府可以用那个方向来控制他吗？应该是。可是我拿不到 UP 啊。的确。你不需要拿 UP 啊，你只要把意识推掉就好了。就把 Dis 推到里面吗？对啊。那我就要靠 KK 来帮我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不能走到啊。哪一个 ？Flower 对我来讲是会死的。你不用走到 Flower 也可以把椅子，你只是把椅子推到 Flower 里面，你本人不会走进去啊。我把椅子推到哪个 Flower？Up 旁边。你说这样吗？对啊，看起来是这样。哦，它可以推字，对不对？对啊，那就是你用 up 跟 right 来。控制它的左右上下左右，然后把 Win 推过来，应该这样啊。这个位置不太好，要找一个好一点。我知道了，我要让他在正上方的时候开始调整位置。你把幕府的那句无效话，他就不会动了、啊，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调了，不是吗？对啊，但是。我其实现在应该让他走了，我现在应该让他走了。他已经，他要走到上面才有用吧？他走到比那个上面才有用。OK OK。然后你去推那个 KK， 干这一步好操作、啊。我觉得他还是要走到正上方哎、欸，我觉得看起来他是要走到正上方没错。所以对啊，你要找一个比较，大家你先不要推。对啊，你要去哎、欸，哦好，怎么了？没事，我吓一跳，我说做的不错。哎哎、欸，没错吗？没错啊。没事，我在看他、啊，我对这个操作，我看我就说我对幕府的操作不是很习惯。好干，不是，好，没事啊，他可以推啊。幕府，啊，他调了，他调过了。哦，可以开了。我好像为什么我不应该去动那一步的？哪一步？我这样来不及了。是吗？啊？你把幕府推掉就好了。不是，我刚刚这样子动会。我刚刚这样都会来不及，会让他多走一轮，所以我要先自己回来。好吧。
太懂，不过就照你的做法做吧。你要准备了吧？对。没毛病。Moving floor. Buck is Davey. H is Star. KK is you. Belt is Shir. Frank is Push. Baba is Baba. 有想法吗？暂时没有。好。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做哎、欸，你有想法吗？我现在想的是把东西塞进去的话，对，我就可以走过去了。不是，我现在想的是把 flag， 你先把 win 往右推一个，然后再把 flag 移式。这两个字送过去，输送单那边，然后做成 flag is win， 再回来碰 flag。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把它送去输送带。上面那两条应该是选断的那一条吧？选下面那一条，就横的那两条，下面那一条。所以你第一步是要先来这边推，是不是？我第一步会先把 win 推到那一行的干出来。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三个会让你直接卡进这三个洞里头，所以你一定要贴东西来填这个位置，不然他们会把东西全部塞到这里面去。所以第一步应该是要用这个旗子去填东西啦，去填空间啦。后面可能像你说的一样，没错。那个不会哦，好吧，那个就用不到了，真麻烦，也不会用不到了。最后你要死你的时候是走过去那边没错吧？字没办法填充吗？这样应该就结束了吧？就我觉得差不多了，就一字有办法填充啊，所以就是要用字啊。剩下就是用字啊，就是把剩下两个都填充起来、啊。哦靠！然后这个也是用，这个也是用字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走过去了嘛，所以我就可以先把这 win 推出来，然后再从另外一边把 win 推下去，然后88 is win 啦。哦，有道理，有道理。零点嘞，这个 push 不能掉啊，因为 flag is push 掉了是吗？不能用到那个，然后谨慎的选择你的填充物。
我觉得把 flag 当填充物才是好方法、啊。我知道了，速度好快。我知道，我知道了。flag， 你先把 flag 塞过去。要用别的字对不对？要用字来塞 flag 对不对？对对对对 ，flag 是用去是拿来塞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你想啊，我做我的，你想你的。做什么？字没办法填充吗？嗯、啊。字才有办法填充，字一定会是 block 的，但是 flag 只要 flag is push 被解掉了之后，它就没有用了。少一个啊！想这样做，flag is push 没了。嗯，我觉得不管怎么选，都好像少一个。不过 push 的确是要塞那边，塞在某一个洞里，没错，我觉得啦。用过少一个可以用的，讨厌。
对，我觉得这样怎么样？你听我讲，你第一个就是下面那一个直的那一条有没有？你第一个先送席子下去，两个都是席子是不是？这样比较好用。席子下去之后，因为席子下你那个只要走过去推 U wing 而已，你回来之后就不用等，你回来之后就不用再走这一条。哦 ，OK OK OK，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那个可以不管。有道理，有道理。成功啦！没错，强强强强强 ！Area 可以儿。哎，之前想很久的那一题你解决了是不是？那个，新开个地点，这题我解决了，真的。我想知道怎么解。这个吗？就是我那天不是哎。你说那天我还没解啊。哦。因为那一题看起来太简单暴力了，我根本想不到怎么去解决。那题还没。啊，没关系啊，我只问看看你如果有解法，我想知道一下。你说很简单暴力这一题吗？这题我刚刚有讲啦，我想到一件事情，就其实水是可以消掉的啦。说，先把这移过来一点好了，要不然能罩住。水是可以消光的啦。你说所有东西都用自把消光光吗？哦 ，Texas 爸爸，爸爸还是 Tex。哦，看起来那我了解了，可以一直洗。对。看，好丢、哦。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问题是 ghost 吗？哈？问题是 ghost。问题是 school， 就是。这是 ghost， 对。我看一下哦。问题是做到这一步之后，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了。当然你是可以。不行啊，你费不会解决问题啊。但推不到，差一个。等啊 ，Texas 八八。没有啦 ，Texas 八八只是为了要推过去。等啊，你推哦。推不到啊！推最后一个的时候，我就会死掉，然后就没有用了。你前面那些字可以用吧？哪些？下面那些字都没有用的话，就拿去用了。你说八八 SU 吗？不，下面那些字已经全部都没有用了吧？你说 hashtags 吗？我刚不是拿去用了吗？还有 SU 哦，靠 ，SU 不能用。SU 我怎么搬？嗯，大哥 ，SU 就没办法搬哦。好，对不起。哎、欸。可以啊，怎么搬？你把八八 ECU 整个搬上去。先来困八八。为什么把八八 ECU 整个搬上去？我想一下。动谁？好，对不起。
好，对不起。看，好烦哦。好，亚历斯塔爸爸，亚历斯塔爸爸，哦，对不起，我觉得我没有想清楚。想要移动的话，就一定要有两个巴巴啦，因为两个巴巴我就可以用，我就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首先要有两个巴巴，然后接下来有两个巴巴，因为我要同时我要推 ECU 上去 ，ECU 要一起推，但 ECU 要一起推，我就要有两个实体的巴巴，但是我同时要有两个文字的巴巴，要不然我前面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在推 ECU 的时候同时成立巴巴 ECU。所以这但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成立，因为。因为八八还是 S 三 ，Tex S 八八，就是反正同时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有一个，对。又不能 Tex is you， 这就很麻烦的地方。如果可以 Tex is you 的话，就没事了。但是因为 Tex is defeat， 嗯。哎，大家看一下 ，stop stop， 当然，就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解法。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办法，可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把所有水都消掉。可以留个一两个啊。我在想的啊，我在想到底水如果可以推的话，就比较就解决。水不能推啊。啊，水如果可以推的话，那个骨头就爆了。不是这个图上又就没有 push， 所以不可能可以推水的啦。好，好，这图上就只有这些字。嗯，看来需要有真的很大胆的想法。哇，这是。Schools defeat text this day. Bye bye, you. Bye. Baba 还是八八会怎样？八八也是八八，就是让八八不能变别的东西啊。我说八八还是八八。八八还是八八，就是八八就无敌了。真的会无敌吗？就是八八死掉之后会再变出八八。我们可以试试看，我来想想看怎么样弄出一个爸爸来推出来。我还是有办法。这个最后这个爸爸应该要产生在这里，然后我把这边清空，应该就可以了。好，所以首先要 Texas 爸爸。嗯，爸爸 S 爸爸说明是不错的想法。好，爸爸 S text。你可以，没事，装。想的简单了，我不知道啊，因为 text 不能生在后面那一排， text 不能生在后面那一排哦，是吗？可以理解吧？因为 text 如果被生在后面这一排的话，我就不能推它，然后我的这个就终结了。你先推过去，我看。我就生在后面这一排，就这样、啊。你先推上去啊。在后面那排我就不能继续推它，所以升 text 一定要升在第一排。可是升在第一排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把爸爸推出来？
因为八八要推出来，我也要把八八升在第一排。嗯，好吧，看起来是过度乐观的想法。哎、欸，不一定哦。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嗯，你想。最后一个消那个吗？好像挺屌的。原来是无敌仔啊！哎、欸，干爸爸还是爸爸，无敌仔啊！原来是无敌仔，他不会一直死啊！哎呀，早说你会无敌嘛！哎，七七七，啥？无敌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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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 Area 五继续解一解吧。好。哎、欸，有这个干敌仔，我觉得真的是蛮大胆的想法。无敌仔蛮 OP 的，少了一个意思，这游戏怎么玩？这游戏不能。干他每次都想要挑战极限啊，烦死了！我想第一步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动。我先推推看，不是哪一个啊？对。对吧？真的吗？好，交给你了。我连 flag 都不用用。哦，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干嘛 ？flag 还是有，抱歉。你在干嘛？这样就好了。对啊。哦，太神了！哼 ，easy。没有，他前面那一关，我刚刚就有想过这招，只是因为。给你看一下上关，因为上关那个地方不是直的，所以不能这样推。我刚刚就有想这一招过了，所以刚刚一下想。哦，所以上一关的地形比较差，比较多一个。十号，十号 ，Lovely House， 怎么感觉不太、oh, 太行？不大舒服。吧，哎，我看看 ，Love and Door。Stop. Key and rock is push. Key 在哪里啊？赶紧点嘞。Key is open. Door is shut. 没有。我就问你一句，钥匙是不是被带走了？干。干。不是，你要自己生钥匙哈。例如，你把 rock 变成钥匙啊。有道理。钥匙就是要自己生的嘛。哇，你是天才吗？不是 key 是吧？不是 key 是 rock， 是 rock is key。rock is key， 哇，你是天才吗？然后 key is push。然后去推一些字，让它 sync 掉，我说就赢。
没错的，随便推的。哦、oh, ，taxi 是 float。看来事情没有这么单纯。OK。那等一下，那不可以这么那个随便，看来不能随便。啊，看来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糟糕。不行啊，没有 hash 不能无限生病，要有 hash 才能无限生病、啊。没错 ，hash 是个无敌伎俩。我看看，等我一下。Key is open。Rock and Baba is you 会怎样？就是变成那两个都是你，就两个可以一起动了。好，你要这样是不是？没有，我没有要这样，我只是先问，然后确定一下，看有没有办法用。Is you 就是你可以动，就是我可以动的东西，所以 Rock and Baba is you 就是两个一起动。对，可我只是提出一个做法，但是我还没想到要怎么做，所以你先动你的。我看看有没有。我现在没什么想法，我正在思考。爸爸 is you and key 会怎样？那爸爸就会变成 key， 然后你就输了，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因为 key 不是 you，key 不是 you， 但爸爸是 key， 所以爸爸就会变成 key 了。哦，好，确认一下各种可能性。导师有一件事情我还蛮好奇的。好，你说，你用吧。如果 Rock is key and 八八会怎么样 ？Rock is key。哦，我也不知道。多了一个八八，多了一个 key 啊！干，把空手套白狼啊，这解决了吧？OK， 那应该就是这样了吧？想想看怎么，我觉得结案就已经结束了吧。我觉得已经结案了。总之先用 keys， 因为你可以直接用爸爸去把水弄掉了。对啊，所以先用 keys push 嘛，然后 keys push 啊，然后随便选一只吧，看哪一只要牺牲。对。对，去吧，去吧。看来大胆的想法还是很有用的。没错，这个游戏就是需要你有大胆。这个游戏就需要各种大胆的想法啊！干，应该要先去看那个两星的。哎，Super Lucky。等一下，我决定先出去看那个两星。好。两星必须看。没错啦，啊，变成 Schoolhouse 啦，不是爱心啊，没有 End 了，不能玩分身大法了。但是多一个意思不是吗？嗯。
外一个意思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好像知道了，就是你把你变成你爸爸跟 Rock 变成两个 T， 然后做跟刚才一样的事情，好像也不行。等一下，这不够。爸爸跟 Rock 变两个 T， 这不够。可是可以变成两个，但还是不够啊。我们需要三个。我们需要这个和爸爸本人在这里。刚刚是直接套出来一个，现在没办法。空手套白狼，真的空手套白狼，太扯了。哦，不行，没有 end 就没有 end 跟 S 就不能空手套白狼。没错 ，end 和 S 居然有空手套白狼的功能，我真想都想不到啊。看这图，真的跟刚刚完全一样。没有啊，外面都变成 score 了。好啦，你这样说也是没错啦。奇怪，这比较简单吗？还是这是比较难的？这是比较难的，有这个的话比较难。好。这完全没办法套东西出来啊！照着看来，我一陷入了不能生产士兵就没办法打仗的境界。本来不能生产士兵就没办法打仗，不然怎么办？我一开始是只有爸爸还是在打仗吗？看来套的还都是白狼，遭到报应。白狼套开锅刺，遭受报应。外面的字也没什么差别，几乎不能用。因为距离也不够，根本升不到。而且字没办法拿来，一把水弄掉，真的太烦了。
可能有。跟我猜的差不多。我也想做这种事情，可是我没有实际操作，所以我现在想不到什么办法。你如果在开门的同时把 key 变成 rock 或是八八，这样 key 会消失吗？嗯，我不知道，可以试试看。看吧，我觉得看起来只有这个办法。是要怎么样在开门的同时把 key 变成？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研究这件事啊，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唯一可能想法是这个。先用八八也是 key 吧。如果现在是这样的话，八 K 是 key。好 ，key is you， 改成 key is you， 反正 rock 没用。是在过去的时候把它变回 rock。嗯，对啊，刚好先把那边排好。你现在有两个人嘛，所以可以啊，这件事做得到。嗯，对，我现在只是想要怎么调整那个 push， 啊，那个 push。应该只能用那个复学，因为那个复学是应该是要往出来这边中间那边推，这样子还可以用。等一下我想一下哦。其实还，其实我只要这样就好了。怎样？我最后一步，我想想看，最后一步是 key 要在这里，对，然后 key 才能开啊，所以 key 要在那边。对，然后 rock 要在 rock 要在下面。如果你要用应该是改掉的话 ，rock 要在下面。这个在这里，对，然后 rock 要在这边 stand by， 然后88要在他的左边。Yes。然后弄那个 push 吧，那个 push 应该没用。嗯，有时候用那个 push 来卡位置啊，不然那个 push 应该没用。嗯，但是可能可以先做第一件事情啦。什么？就是先有更好的调整方法，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调了。哦。欸、那你先 key， 这样是不能的。key 是 push， 先把它调到正确的位置就好了。你先用 key 是 push， 把 key 摆到你想你要的那个位置，然后再来研究吧。那边会有点危险，那算了。你只要不要用高 key 是 you 都没事。rock 先上去了，然后这位置不好啊。等。要稍微再延长一点嘛，稍微再下桥的位置，所以先把布局开，先把布局开，直接把椅子推掉就离开了。对了，不是布局开，先把椅子，先把 key 又弄掉，你还没调好位置。
没没没。我想想哦，我要我推上来之后，我要往左两格，往上一格。可是你的气已经在底了，你要他不怕是不能往右的。他可以往左，再不能往右，所以你一定要乱着，乱着摆在push的那个左边、啊，他一定要这样推，没错。对。我现在过来上去，哇！你刚应该气夫应该先推到底，先摆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上。你要现在算那个位置吗？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算那个位置。这件事情想清楚，我应该是好。推过去的时候还会退一个，你要再往下啊、对，所以一开始他不应该在最低啊，他应该再出来一个。没有没有没有，出来一个没有用，因为我推到这一格的时候，我一定要往回走一个，你懂我意思吗？哦，懂。我推到什么位置都没有差，我现在是 key 太。我 key 希望他再往右走一个，没办法再往右，对他没办法再往右了。我看一下哦。好的事吗？我知道了，方向错了。PCU 应该是垂直的，我现在想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做得到，把现在所有水平跟垂直都改变了。没有这么简单啦，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么简单，但是看起来应该是要这样吧。然后，确定可以，因为那个动到那个衣服，我就觉得有点危险。哦，可以可以。所以这样子。最后应该要变成 key， 最后变成 key is you， key 对对对对 is rock， key is rock， 所以
霹雳书画开到在另外一边，你要把八八 SU 推到顶，推左边一点。应该类似像这样吧。刚才这之前 P 要一次 push 对吧？我先把 P 移到别的地方去，它有点搞事。对，推再推出来一个。好。要往下吗？对啊，你这样怎么让？啊，我想想，你这样怎么让 Keys Rock 的同时达成 T 就是 T 去撞那个？对，刚好烦。Sorry。这我错，这也不用 sorry 啦，就只是，这看来是不行这样。我觉得这是可以唯一可能做的方法，但是总是差一点点。哎，你那些字最后都不用动了吗？知道啊，但应该是不用。我猜是不用动的啦，所以如果把字推到最底，那就可以直接来敲位置，那就不用，就是你可以、用 key ECU 跟八八 ECU， 然后自再敲位置啊。他如果你先拿字来敲位置，我有点不知道你想要干嘛。对，我不知道你的意思。用字敲位置啊？嗯，你说比方说把它推到最低？对对对，因为你那个不会再动的话就，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要往右的话，还是要刚刚那个水平垂直，不是刚刚现在这个样子啊？就是水平垂直应该是刚刚那个样子没错、啊，因为你是最后一步是要往右啊。因为这是正方形，这是长方形，你只能用里面的东西来敲位置。如果你没办法，看起来就只能用内部五件敲位置。右上角啊，或是右下角。
自动。用 key 是用那一行，可是对啊，操，还差一点啊！哎，看，好像可以耶，不行啊，这样。椅子先拿过去用，椅子叠在 key 的那个，对，等下再，对，够了吗？够了。好个水平了，不行，不爽，是啊，哦。Oh.它还是会消失，就没办法多出一个东西。好吧，这个方法也算是试过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做？等一下，你没有要做事的话，这个曲先保持这样，我看看哦。好，也可以啊。这都太远了，烦得要死。就是开的瞬间，它就没了。This window shop is open.想法，哎，我们又卡了一次。这孤儿完全不能动。
结果还是要生士兵嘛，干搞半天不生产，不生士兵玩不了啊！这游戏怎么玩？这游戏就是要生士兵才能玩啊！看还有这样子的，原来意思也可以套套。是，我跟你讲，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所以才可以这样套啊。对，随便套随便套，想怎么套就怎么套。Supermarket，voice stop。哇，上面有一大排东西，有点不太妙。哎，上面只有这样吗？为什么最上面那个感觉是半个？啊？哦，没事，那是一整个。好，边缘啊。好。Bill is right 爸爸 is rock is push 如果把 Bell is up 弄出来的话就结束了，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然后现在问题就是在石头推上去之前，我们要先走到左边。啊？哦，我可以做一次给你看。好。好，我再看。如果我们因为石头推上去之后，懂吧？嗯，好。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到左边。如果只做这个步骤啊，当然这是。哎、欸，等下，等下，再把石头推上去看，我看一次。哦，哦，因为石头走太快了，也是蛮快的。
一二三四，嗯，这样来得及吗？我们来试最最极限的，可不可能？如何？怎样？那你把 right 移到 belt 的旁的左边。应该要这样。这样吗？对，然后。Stone， sorry， 我应该先把 Stone 移到那个 Belt 的最下面那一个。又再往下？不是啊，不是啊，那个就是输送带的最、哦、最门口。你说这个这里？对对对对。你要把它送进去啊。他送进去，他送不进去，他会出来，是不是？哦，靠，这样好麻烦哦。这样没办法。这样我觉得来不及了，算了。我以为他是在最后一个，我刚没看，我没有，我没有想得很清楚啊，麻烦。有什么办法呢？哇，看起来是个比速度的比赛啊！外侧，感觉一定要有用才对。看来不是这样用。老是把我自己卡在那个字。现在可以到石头上面。唉，头真痛。哎呦！这样，他会直接推到底啊。嗯，到了、欸，你把 Bill is right，Bill is off 推过去之后，你就可以把 Bill is off 弄回来了。然后
然后你在那边、啊，对对对对对，哎，干是 right 哦 ，right 是往右边，真烦。看来还要更细腻的想法。Tex 可以送上输送带了吗？可以啊，我还没推上去。好。啊，我知道了。改成 right， 不要你是 right。嗯，好，然后把 right 拿开 ，right 可以 right 塞到那边，让石头不会往右移。Right 塞到石头右边，让石头不会。啊干！不，哎，对，你要弄的。然后先拖过去吧，这样你应该会比较快才对。嗯，我说把 build is up 分开来弄过去，可以吗？好像也不行。我看一下、喔，哎、欸，可以耶，对，对对对对对，不行啦，收工啦，觉得该收工啦，太累啦。至少最后一关是过的，完全脑袋完全没办法想了。我刚回来就在晃神，原来刚刚是我过的、啊。对，我对啊，你刚刚的确，刚刚这一关的确是比之前安静很多。哎、欸，我没什么想到，没想到什么东西，完全在晃神。OK， 关台啦！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不知道还有谁还在？赶三点半，没有，大家都去睡觉了，只有普林还挂着。OK， 好，啵啵啵啵，哎、欸，好。